对，我们再来看一遍保利啊，再来看一遍保利。没有没有，还没有去呢，还没有。嗯，反正今年呢会去的啊，但是不是现在，嗯，晚些时间呢会去，他们会去，会去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保利啊，继续来看一下保利。保利呢，这个视频呢我拍的比较短啊，拍了两分钟。小心点，哎。对，这是保利啊，这是保利。感谢江南墨染送出的爱心，谢谢江南墨染。对，他非常的勇敢哈，小宝莉呢，这种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的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啊，精神非常的可贵啊，非常的可贵。感谢青姐，谢谢万象姐啊，送出的爱心，宝贵的知识。嗯，宝莉也是个顶流，对，凭自己的这个实力成为顶流，对，凭着他自己的这个实力啊，成为顶流。嗯，感谢江南墨染，谢谢青青姐，嗯，宝贵的爱心。嗯，谢谢青姐的爱心，谢谢我们的青青姐。对，今天保利呢，我拍了一点，就那么两分钟，然后呢就去吃饭了。因为呢，今天的话呢，我上去的比较晚，对，我是11点钟，差不多11点钟呢，我才从家里面出去。早上呢，我从5点钟一直播到9点多。感谢我们青姐啊，谢谢江南墨染姐啊送出的爱心，这就是保利啊，这就是保利。这孩子励志的很，对，励志的很，而且呢他呢非常的勇敢，而且他有这种坚韧不拔啊，勇往直前、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，他最终呢还是征服了这一棵大树啊。保利现在赢了。